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》华人班授课。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，我们继续来讲解易经。我们学一切法，一切真理，一切道，都要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人世间才有意义啊。我昨天跟各位讲了说，有人要送什么大陆以前的什么法宝哦，什么什么什么啊，放了我仙佛寺禅机山，这就有这个气质哦。我跟他说，说实在的啦，你那些东西拿来放我仙佛寺都没有气质，因为用不上。你若是用得上了，它不会被关在保险柜里面；用得上了，它不会在那边默默的睡觉几千年。而且古圣先贤呢，他们没有想到今天有飞机，也没有想到今天有飞弹，也有枪，也有这么大或大，都没有想到。所以你的这些法呢，你要把它认为非常有用，事实上在我来用都没有用了。哈哈，这些先生听我讲了，那我这些都完蛋了呢。我说是啊，你去请放一些保存古迹的，你请他就可以用。但是我先我是一个用意生活的一个道场，那这个生活的道场啊，那我们用意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啊，所以我们用六亲啊，世间的事情离不开六亲。父母、兄弟、子女，啊，妻财、老公、丈夫等等。那么我们首先要先了解父母爻，父母爻，父母爻。第一就文书，啊，过来文昌，文书好不好？文书，啊，旺，文书很好；空破，文书不好。文昌有没有文昌星？卦中有父母爻旺的文昌星。也是印，印章的印。你有官鬼，有官没有父母爻，就表示没有印，没有印就没有权。再来是劳心，劳心，啊，劳心就是劳力，父母爻是劳心，又是劳力的，啊，比如说你跟他占一个卦，他啊，你看我今天的流年怎么样？卦中父母爻此事。啊，就表示说你今年是劳心劳力，劳心又劳力，啊，再看说啊，你看我今年的考运如何？哎，父母爻此事很旺，哎，你今年考试就能够啊金榜题名，考试啊就金榜题名。若是卦中没有父母爻，今年考试怎么样？努力读去考经验的没有问题。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兄的儿子嘛，啊，他问了师父，你看我儿子今年考运怎么样？我说不错啊，努力读今年去考经验的也可以。哇，好高兴，我回去领教他嘞，结果没有考上。奇怪，师父说没有问题啊，怎么会没有考上？后来想啊，师父讲没有问题，努力读啊，今年考经验的没有问题，考经验的就考不上了。啊，那明年就考上，哇，明年就考了，考榜首。你看，所以父母爻你旺，当下就考得上；如果父母爻弱，哎，你还是要读，等到旺的时候。就考得上了，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。劳心劳力忧神，忧神，哎，各位
你们若是做生意占卦应爻是父母爻的时候，就是忧神，人气忧愁，人气不会热络，人气忧愁，人气不会热络啊，那人气悠悠啊，啊，人气悠悠啊，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父母爻此事，或者父母爻在应爻，好，父母爻动了，父母爻动了，忧神令令令令啊，这个是这道理，这样是智慧，啊，这是长辈，哎，你今年啊流年怎么做，或是最近有一位要选举了，他问我师父啊，你看我这一次选举怎么样？卦中跟他站起来，父母为元神，啊，兄弟为用神，啊，用神兄弟四爻兄弟，哇，你爱开钱，啊，爱开对，开老人，听讲你买啊了，拢买个老伙仔买票。少年也无买票，罪过罪过的话，我不会开钱，不会开买票，因为四爻兄弟嘛，他的元神就父母啊，啊父母啊，啊父母啊也动了啦，你有开钱，四爻兄弟父母爻动，你得开钱，老辈啊，老辈子长辈走都有。昨天晚上打电话到我家里。师父你好厉害哦，我说怎么厉害，哎，这个哈、哦、有效，哎，花钱有效，开钱有好就对了，当然有好嘛，你若开钱来花我也有好啊，对啊，在以前台中市一位议员叫阿宅啊，啊，他妈妈呢来问我说：“师傅啊，我今日要来考，选这个台中市议员，啊，再算了条，开始就条。”哇，回去呢跟儿子讲，嚯、哦，儿子很高兴，他开始就条啊，把所有的房子卖光光，啊，去选，真的选上了，很高兴哎。突然间发觉不对了，四年以后还要再选。啊，四年以后没有钱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结果是做了四年，房子卖光光，只留一栋房子呢，啊，来住。啊，他的一部宾士的300的车子呢，他在房子里面哦，啊，铁柜铁门拉起来，晚上也被开出去呢。你看呢，我告诉你还不？晚上也被开走，哇，来赶快来求老祖。好求哦，这家跪了好久，宝宝背了，老子都不答应。已经是大学，大学在。啊，那问我说老师怎么办呢？我到楼上宝贝，我在楼下嘛，他在楼上啊。哦，楼上老鼠在那边跑回跑不回，然后呢，跟老鼠说：“啊，若是我那个找回来了，我要拿钱来帮忙建设，好不好？”老鼠一年三回了，嘿，他下来了，他老妈妈，嘿，老会要么就狠心了呢，所以老鼠很现实啊，好不会嘛，别杀你。啊，那结果呢？找回来了嘛？找回来，现在有没有拿钱来布施？我从来没有看到。哈哈，不是要他钱，而花一个心，啊，花一个心呐、啊。老祖不是要他钱，要他去做布施，去做救济功德嘛，做行善布施，那就好了嘛。啊，那个父母爻，也是父母爻，开启。四爻发钱，啊，比喻我们折三弦啊，四爻兄弟啊，父母。
应爻就是人气，好，这是元神，好，这是用神，用神属金，元气属土，属土，好，元人气是兼元神，兼元神，好，凡事要以后你们帮忙啊，推动选举四爻兄弟的人就叫耗财，兄弟耗财，所以啊，他的原始是什么？父母爻，父母爻长辈，长辈，你怎么样去长辈把他冲动起来呢？长辈要引诱长辈是什么呀？要用财，要用耗财嘛，耗财，兄弟爻都是劫财，耗财。好，开钱去找老伙仔，找老伙子来相生，来相生，所以他要花钱买票，绝对高票当选，而且你买的票要买老伙仔的，你听好不？花钱的要领，好，再来，好，你若是。则风大过，哈，大过卦，哈，丑亥酉，亥酉未，啊，大过卦，那四爻就父母。第一，你要去找长者；第二，要用智慧；第三，要文书文昌，好和理念，好，还要劳心劳力，劳心劳力去走，劳心劳力，好，啊，再来呢，他的元神。元神是有金，有金叫官鬼，好，官鬼，啊，官鬼有两种，啊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官鬼是什么？就是啊，官员，啊，政府机关，官鬼政府机关有权有权势的人，啊，再来官鬼就小人。有小人，南部有某一个县市长要选举，啊，替他跑了，啊，几位一二十位的年轻的，头发都剪短短的，啊，穿着黑衣服的，哇，你完蛋，嘿嘿，你那完蛋哦，那用这个兄弟，利用兄弟吼，啊，你的四爻不是兄弟，不是兄弟哦，所以你会失掉哦，好，这几天拉警报哦，这几天。好，问了怎么样？我在这里看，我你请几大群兄弟来吃饭，人看了就讨厌，你才看了就讨厌，啊，再见更伤心。你要投给他了，我就给你把你拉倒。哦，这个是这样，啊，像这个，哎，四爻父母，你往长走，用智慧，用文昌的理念，政策理念，要劳心，要劳力。啊，长者也是慈悲，用慈悲心，这长者，作风大过。然后官鬼爻，政府官员，啊，还有权势的，还有小人也是你的贵人。那么一些小人你不能得罪哦。昨天晚上看电视啊，媒体报道，现在一选举，中午时间一到。丐帮的倒是都能享受，丐帮，哦，丐帮帮主呢，他们带着道信去吃，你也不能赶他。哦，弄成有一台南部啊，有一个竞选啊候选人呢，好，中午都两三百个人到那边吃便当，啊，到吃便当，时间一到就来了。嘿嘿，这是什么？也不能得罪啊，好，不能得罪。啊，自由问题是不是？
全是啊官员官嘛官员啊，还有小人官鬼也是把小人哈啊，所以啊我们父母爻啊，父母爻他的用神你要了解以后，你以后解卦你才会运用住子智慧贤哲贤哲好，再来是一个力量，生我为父母为力量，再来结构力。我们盖房子，这栋房子有没有问题？你挂谱占卜出来，若是啊父母爻旺相，就结构力，结构有力，好，那么再来也就是天意，也就是天意。有时候我们占卜这个卦，父母爻动来相克。这是天意，也是主德，主德天意。卫星信告，卫星中。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，他发生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，他就自己占了一个卦给我，老师啊，你看我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坎坷？我说，哎，你可能。这天意难违哦，天意父母爻动来相克，好，而且父母爻旺得很呢，旺，哦，父母爻动来克是天意难违，他才老师啊，是这样的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啊，这件事情呢，结果菩萨告诉我说不要做，不要违背天意，这个钱不是你赚的，这事业不是你赚的。所以不要我做，我偏偏勉强做下去，现在没修算。就像我们现在政府的高捷、高铁和捷运一个 BOT 案 ，BOT 啊，结果呢啊，原来的好意让民间去投资，政府参与，结果啊，民间资金不够，都向政府搬，搬到最后政府也赶。管不着，哇，在那边一些钱呐、啊，弄了外国去说，全民一个去做担保，那就父母爻，父母爻有问题，好、哦，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哦，今天呢，那林部长呢，他就发表了，希望把 VOT 呢，好、哦、把它暂时停止，好、哦、，VOT 对整个社会的案子对国家好不好？我们再看看了，嘿，好不好？七，六，啊，四，那老祖也不赞成哎，啊，三。VOT 对政府，所以三减，白卡行路啦，哈、哦，第四爻，你看多么哎，行，啊、哦，行，嗯，嗯，是。兄弟爻有没有啊？一直耗财，你看 ，VOT 水三险。会把政府拖垮了，大家这雨雪在途啊，啊，雨雪在途，啊，但是离你踏步这几年推出靠矮在眼前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水山险，山上又在下雨，
你又担着一个担子，你又要走路，那是多困难啊，所以政府就被拖下去了，设在 BOT。所以昨天林部长就把他看透，哎，大智慧耶。好，可能这几天呢，他又问我师父这样好不好？我鼓励他好。所以，那么你看耗材，政府耗材，好，到最后要自己管理，要政府被收，要收回管理，你看多累呀、啊。那么他的元神父母，父母爻元神，好元神，安安静静的，不来生。哦，所以自己走在烂泥巴里面走路，多么的辛苦。所以政府的 VOT 呢，啊，应该重新规划。那么好了，父母爻现在亥月。亥月克出为凶为求，克出为求，法令，这个法令叫法令，好，法令就困住了，就绑住了，所以父母爻也是法令，政府的法令，好，那么法令克出。你去克月令，克出又生有年，又生出有年，又生出泄，又克出，多累呀、啊！阿弥陀佛啊！所以 VOT 当时啊，那么久了以前呢，政府对这方面呢，没有想到台湾的百姓、台湾的人民、台湾的经营啊，这些经。这企业家们，他们的心态，到时候挤捏捏呢，为哦哦呢，就帮我政府一拖。哎，政府是2300万人的股东哎，不是一个人呢。哦，所以这一件事情啊，哦，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先卜卦。像当时我们的企业难进，我就卜过卦，哎，是企业难进呐、啊。哦，那时候哎，一点戏耶，真的戏够强。哦，那时候把国家经济拖了一大堆，拖下去了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国家好一些经营企业的人都认为自己很好，啊、哦，自己有那个这个天机不可测啊，啊，我们要了解天机，那时候你该进不该进，才不会浪费嘛，不然弄成怨声载道。是国家的不幸，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嘛。所以我们凡事做事啊，这么一件事情，希望各位我们普益残节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大家按照这个来啊，卜卦可以防患和与其无所生。阿弥陀佛。